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最好了，是不是啊？通常那个有漂亮姐姐来，她就会一直跟着人。你去哪了？回来。啊，我，她喜欢美女。啊，我。没有，就几个美女，她一心找美女王。阿伯，妈妈晕倒了。阿伯，他完全不理我。他觉得美女重要一点，漂亮姐姐来，他就不理我了，完全。你要妈妈吗？要不要？哦，要啊。哦，现在才发现妈妈在晕倒是吧？看到美女，什么都忘记是吧？